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你看一下，如果你做好之后，其实你看 MyVideo， 你就会看到你以前做的那些东西。你看这个早上做的有没有？那个专案呢，你就可以重新再继续编辑，或者给它一个名字，有没有？这样你就我就这个都支援中文，所以你看下面有没有都有中文的哈，所以就比较方便哈、哦，比较方便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是刚刚做的，是在哪里？是在电脑上看的。你看它现在可以做在哪里？手机看的有没有？好，在行动装置上看的，有没有 ？Mobile device， 好 ，Mobile device。当然有同学在把它翻成中文，好像翻的也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要看得懂了哈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这样进来看哦。你看以前做过很多，对不对？好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想要变成付费的，其实你也可以来这边。因为有时候如果我就是希望那个尺寸比较大一点的，实际上它有很多的付费方法哈、哦。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你看这里有没有我们 Light 的，就是 Free 的，Free 的。那你如果是 Plus 的，加强的，一年30块或一个月5块。其实也还好吧，但是你如果假设你做好几个的话，其实还蛮划算的。你去吃一餐就超过这个价钱了，有没有？尤其是好一点的，吃到饱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 Pro 的，它当然就比较贵了哈 ，Pro 就比较贵一点，这样大家了解吧。那如果你不要这样，你也可以就是像我们刚才一样啊，影片产生的时候再来买那一段影片，6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也是可以啊。它这种就是说给你比较常在用的，不常用的就一个影片一个影片买也还好，一个全年买一个，你不可能一年12天12个月都在换的，对不对哈？好，开玩笑哈，所以大概是像这样子。那各位这样体验过之后，有没有觉得云端的也蛮好玩的？事实上 ，YouTube 也可以哦 ，YouTube 也可以线上剪接哦，不过它就比较局限在就是你自己上传的影片。啊，或者别人上传没有版权问题的那种影片或音乐，啊，那没有那些范本跟你选，啊，所以用这个会比较容易玩哈、哦。来，那我就把后面还给各位，再留一点时间给各位玩一下。那下个礼拜呢，就麻烦各位你准备一些照片啊，哈、哦，你看看这些范本，我们怎么样来把它就是做成一段影片，好吧？各位同学在知道怎么修改哈、哦，你就到 My Video 这边。然后呢？你看你要修改哪一个专案？这里 ，My Video 上面这边哈，那你就从这边进入编辑以后，产生新的影片。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的排列顺序不对，或者你照片你就想要换，你就从这边进来。有没有大家都在看？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再增加，或者拿一个不要的，你点到它之后，右手边你看一下，右手边。有没有个 delete？ 那甚至呢，如果你想要重复的话，这里有一个，把它重复一张，还是你要做旋转？啊，有的你想其他的，你要变成的，好，都可以在右手边这边去做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把画面还给各位了。